哎，记住啊，一会儿你们演的时候要凶一点。姑娘放心，哥几个口碑可是远近闻名的，演的绝对逼真，就是怕伤着姑娘你。哎，放心，伤着算我的。你们要是演得好，下次还招你们。得嘞。哎，准备准备，来了。走。是你？站住！哎，站住！别跑！我们南岳叫清理门户，这位公子若是识相的话，还是不要多管闲事。哎，这位是在下的朋友，他的事我还真得管一管。一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兄弟们，这样。走吧。尝尝，手艺还真不错啊。你若是喜欢，我每天都做给你吃，可好？不是要回南岳教吗？怎么又被人追着回来了？师父让我去杀一个人，可我不愿意，就逃了出来。阿荣，你救了我两次，反正现在我也没出去，干脆你好事做到底，收留了我吧。嗯。